winding. This is a fine game. Welcome to Summoner's Rift. This is very exciting. A summoner has reconnected. The ball is impatient. 30 seconds until minions spawn. We go. Minions have spawned. NQ 好。Motivating. 对面讲我暴气了。我们赶快推兵啊！升到二等就马上去帮啊，因为一等跟二等是一个超级大的关键。我看他要不帮啊，那个牛逼怎么了？他们在那边打，我怎么过去啊 ？First 啦！你知道我们现在江狗全理性了吧？看他的链子那么痛啊！没有，我刚好扛小兵啊，我不闪现到一定会死，他打一定会死。我他 AP 才25而已，他那练得那么痛啊！他那练有点 OP 啊，我们来下，我们消耗一轮。怎么招招都吃所以痛，怎么躲啊？我在跟他一打一单挑，怎么躲？
没得躲啊，那个情况没得躲啊。他那链子那一等，他那一等的链子有点 OP 啊。我觉得他那一等的链子的初始伤要改低啊，那练到两下超级痛的、啊。Winding. 我刚刚目测了一下，剩不到10滴 ，fuck， 水死！我被 gank 啊，我没有闪现，我没办法、啊。你先，你现在早点来，他们两个早就爆了。 我也够会抖的，好不好？拉姆斯从这里过来，我已经推到这里了。别嘴炮啦！I hear soft things. 六等人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、啊。怎样？ Has been slain. 太小。 啊啊！就可是你。
拿了，下次我一定要看道具。不过刚刚那个情况太紧急了，我没有时间看道具。就是你可以看他的道具啊，分身是没有道具啊。 这上路是怎样？死爽了没？ 我是被 gank 啊！他这边 单杀我是被 gank 啊！哪一样？他被单杀他妈三次还四次了，三次吧。没有那么容易被单杀的、啊，我跟你讲，你假如说赢一要归的话，他只会丢招啊，他一丢招你就可以用 W 或者用大来躲他招啊，不会输的、啊。 他一定是想跟对面拼才会输啊！没有那么好单杀的、啊，你以为这游戏那么好单杀哦？我都以为他拉到。 这游戏没有那么好单杀的、啊，那么好单杀，大家都玩了那一只啦。你只要一等想归归在塔下，没有那么好单杀的、啊，他妈一想去杀人。他九等十一等，他七等，他怎么玩？ 他是怎样直接过来打、欸？哦，啊！光靠等级就打爆我们了，是啊，这个也死了。 是了，哎，不是说他被 gank 个两次，然后才被单杀、欸，他从头到尾被单杀到尾、欸，那他怎么帮？ 他从头被单杀到尾，你告诉我要怎么帮他？不是应该我要怎么帮他？应该是队友要怎么帮他？他妈的，那李信上去的话就被单杀，我看一下，现在十几次，三次。他李信被上去的话就被单杀两次了，而李信上去跟他一起送个头，没救啦，不没救，李信还没上去他就没救了，那他怎么帮 ？MCQ 啦，有没有打过现场？
经常就是这样子啊，开场 first blood 就是第一个手杀出来以后，马上就有人跳啊。哎、欸，你他妈在干嘛、啊？你是白痴是不是啊？哎、欸，他只有八等而已，他想帮人。你他妈 support 跟 AD 都八等啦、啊，你玩一个上路八等，你想帮人？继续上路农吧你。妈，这样都过得到，有点扯哎、欸！我觉得我应该超级远的，这样都被他勾到了。哎呦，好猛！直接把被动打出来了。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分身好像有道具。我看他分身好像有道具。没有，你们知道一件事情啊，有一些角色很吃等级的，其实就是啊，他那个一等大绝跟二等大绝伤害是不同的、啊，他得赶快练到十一等啊，他不练到十一等，他就是个垃圾啊，他练到十一等还有救啊，他不练到十一等，我们就直接投降了。直接冲哎、欸！不过那个塔不用守了，那塔已经守不住了。The ball is impatient. Ah, 怎么不踢过来？妈的，这李信！妈的，这李信怎么不踢过来啊？你在干嘛、啊？低能儿是不是啊？看不懂哎、欸，他怎么不踢过来啊？我都以为他踢过来，你知道，因为。对面其他人在攻我、啊，好了，我回。李信怎么了？李信，我李信克，哎呦，飞来飞去，操作很华丽啊！那真的是，真的是太为关注了。那我白交一个闪现，他妈的李信，妈一个死低能。他早点过来，那九筒早死了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九筒刚刚在这里的时候一闪我啊，那九筒已经没闪了，他位已经只剩一个一啊，那他一过了他就没招了，踢过来稳死的、啊，他不踢，跟喜羊羊一样。
接着，突然间 killing spree 啊，有点猛，突然间呢。 好吧，我应该吓大的。那怎么那么硬啊？ 一下尾，不是啊，这酒桶怎么硬啊？应该开大的。妈的，这酒桶他妈的根本就不是酒桶啊！ 合金桶啊，哇，这超级硬的哎！ 格雷夫说：“我觉得应该不用理酒桶，你他妈的14等，你不用理他。妈的14等跟儿子眼斗篷，你不用理他。有的时候这现实，这时候很现实的啊。酒桶那个 AD 加成70点，其实算很高啊。可是通常我们会忽略他的 AD 加成。我
为什么？因为正常来说，他那个 AD 加成是额外效果啊，可是他不一样啊，因为他超级硬的啊，他那个日炎斗篷跟那个 AD 加成的肉弹撞击跟那个滚动酒桶，因为他现在伤害会比这边的人低哦，别在做梦啦，他现在是个鬼啊，超坦然后超痛啊。哎，刚刚其实我们要理酒桶啊，是因为机器人抓到了酒桶，只有酒桶一个人上来啊，我们不理他也不行啊。不行，绝对推不进去的。先拿个来，好硬哦！妈的，3353滴血是怎样？他3353滴血，看，喂，我才1600滴血，他3300呢。对，有没有谁可以杀死酒桶？看，我不想回家。看，酒桶超猛的。This is very exciting.空大，我哪有空大？我们就把用大嘴把那个音译转死了，空大，空个屁呀、啊！超级硬的、妈的，快死了！超级硬的、欸，我要先回去出魔穿了，你知道那个酒桶，我没关系啊，因为他住是怎样？
啊 ，GG 了。别说了。
已经好几天都没有收入啦，神也是需要吃饭的。受不了，笑死。A summoner has disconnected. Time tick ticks away. We go.This is a fine game. Oh, shit! 2.5秒. Oh no!No, 别跑！杀那个酒桶没有意义啊，太硬了。李欣刚刚说四打五啊，其实是四打四啊，这边乌龟各是神送的。
崩溃了，捡起废物洗分，捡到我喜欢的就去捡起啊！咕咕，我是尾鱼，咕咕，GPL， 台北 Sniper Azubu vs HQ Sports Club， 看一下 Alive。 春季联赛小组赛6点、7点、8点、9点，这是什么 ？Joker 对什么？我懒得看，这是什么马尼拉猎鹰哦，我也懒得看。好好看一下这场，6点吧，6点哦，他不会6点钟开始啊，大概6点10几分开始，我来看看我要干嘛。 斩不斩不，断线就不能打哦！断线就安静。好啦，我先去吃个晚餐好了。看完这场结束，我会再开。就是6点这场结束，我会再开。我先去吃个晚餐。dinner time。 转 call in 哦，好啦，先 call in 一下好了，应该他那个节目，他不可能说6点钟就6点开始，他前面会有一些介绍啊、访问啊，至少要10分钟了。好，我们先接个 call in。要不要叫大军？请说。大军，喂，你好。同事，你该被泡歪，我好不爽哦。我被泡歪。他那个节目，我被泡歪，我没被泡歪啊，是尾鱼被泡歪啦。 哦，打好久哦，终于打进来了。实况都有，实况都有记录啊。嘿，检举员，其实我喜欢检举你啊。每个都想检举你啊。我双喜怎么样？我好不爽哦。我被泡歪。你这人喜欢，其实也不管啊，爽。真的很靠北，真的没办法。对面太靠北啦，太自以为啦。咬我啊，红豆豪。实况。Bimmy咬我啊。 那什么什么什么酒桶叫什么鬼名字？你还记不记得？我双喜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今天又不管啦、啊，送。你这人喜欢，今天也不管啦、啊，送。哈哈哈哈哈。靠北，真的没办法。对面太靠北啦，太自以为了。对面太摇摆了。好，拜拜。UK， 请说。喂，同仁。喂，你好，请说。刚刚大家都在说对面酒桶很猛啊，可是都忘记一件事啦。忘记什么事？球女更猛啊！小意思啦，小意思啦。他们都专注在酒桶上面，都忘了有一个神在那边玩啊。真的、啊，你看我那个玩球，各种伤害啊。就是前面被 jungle 有点弄得有点逆风，但是球女打逆风还是很猛、啊。别说啦，有一些人就是输了之后别人喜分啦、啊。真的、啊？哎、欸，同仁，我刚刚玩一场积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我断线了。你知道吗？那个什么？
什么五个英文字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自己被打一打，恼羞了，兴奋啊！那个射的啊，兴奋，爽！检举喽！检举！怎么样？金色不管啊，一堆媳妇他们也不管啊，就是你怎么样？哪一天我开实况，光明正大？要收船票啊！乱讲话、啊！哎，童生，哎，这个船票的事情还是不要乱说啊，妨碍名誉啊！童生，喂，请说。我刚刚玩一场，然后就我断线啊，然后我连回去5-0啊，然后队友说要放推啊，怎么办？你知道怎么办吗？怎么办？断线就安静。喂，云，请说。老板，喂，请说啊！妨碍名誉啊！新庄法院见啊！你知道吗？啊，你等等，会看那个就是 TPS 对 HQ 的。哎，新 TPS 对 HQ， 你有没有看？哦，他挂了，新庄法院见，挂了，妨碍名誉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先接到这里啦，我现在吃个饭，上来正好差不多比赛开始啦，好啊，各位拜拜。